人街头，上的抗争音乐嚟到开放音乐，走上街头去玩音乐。上面玩音樂，同好多人玩音樂，喺床上面同好多人玩音樂。上次阿公喺警察宿舍度玩音乐，俾 Casio 就我好真权威 ，Casio 都打冧佢。嗰时唔单止系 Casio， 仲有负责噪音管理嘅都话攞个仪器出嚟量下，啲噪音会唔会嘈过架巴士喎？如果环保署系做呢啲嘢，不如少啲塑胶，少啲胶，少啲乜乜成成。哎呀，噪音同音乐都。分點搞呀？不如咁啦，揾人我哋 send 個 invitation 俾佢嚟到開放音樂度聽下歌，我副吉他詞一定落嚟哇！朋友